世大运圣火日前传递到台北市，预告2015年世大运7月3号将在南韩广州展开。中华队打算派237名选手参赛，人数创纪录，阵容浩大，包括许多原住民选手也都将前往参赛，像是田径选手杨俊翰、举重选手郭姓淳，双双担任这次世大运圣火传递。就是这次是临时又突然会要征召，然后也不会说到很意外，就是希望是透过这次有世大运的机会，然后在这一次，然后先体验是这次的机会，然后下一次在台北办的时候就比较会比较稳这样。不过现在南韩爆发 MERS 疫情，引起世界恐慌，台湾要不要派选手前往比赛，也成为立法院关注焦点。选手会出去吗？会派队吗？我们能够不去吗？还是如果我们要去，我们这些选手我们怎么去防范？请说。我们现在参照这个卫福部的标准，我们已经拟了一个标准，就是说如果他是在第一级的话，如果卫福部公布的是注意，那我们就还是会出。最后 deadline 什么时候我们会决定？因为7月3号就要比赛了，那个7月3号之前，我们队伍什么时候要离境？我们要进入韩国。最早离境的应该是7月1号，是不是？7月1号我们要进去。第一批的。所以体育署认为，依国际大学体总和世界卫生组织讯息，还没到不能去世大运的状况。到目前为止，也没有其他国家取消参赛。但距离世大运比赛已经不到一个月，体育署表示，将在6月份的最后一周决定是否让选手飞往南韩参与赛事。记者一素露露台北市采访报道。